胸外科常见的疾病包括，第一，肺部的疾病，肺癌，肺部良性肿瘤，气胸，肺大泡，慢性阻塞性肺气肿，肺不张，脓胸，肺脓肿，肺结核，肺囊肿，中叶综合征，肺真菌病等等。第二部分呢是气管和支气管的疾病，包括支气管扩张症、气管囊肿、气管肿瘤、气管狭窄、支气管良性肿瘤等等。第三部分呢是胸膜疾病，包括胸膜间皮瘤、胸膜炎、胸膜结核、胸腔积液。第四部分呢是食管疾病，有食管癌、食管良性肿瘤，主要是平滑肌瘤，还有一些食管的良性狭窄、贲门癌、贲门室迟缓症、食管裂孔疝、食管稀释、食管息肉、食管静脉曲张等等。第五呢还有纵隔疾病。包括胸腺瘤、纵隔的囊肿、胸骨后的甲状腺肿、畸胎瘤、神经源性肿瘤、脂肪瘤，还有一些少见的纵隔结核等等。那第六部分呢，还有胸壁疾病，包括肋骨的肿瘤、肋间神经痛、肋软骨炎、胸壁肿块。胸壁结核、鸡胸、漏斗胸等。第七部分呢，还包括胸部外伤，主要有肋骨骨折、血胸、气胸、肺暴症伤、胸部的异物等等。那么其他呢，还有一些，比如手汗症、乳糜胸、隔疝、膈肌麻痹等。